切莫暴露了身份，等待信号开始行动。是。射凤行由于失职遭遇变故，那时的沈李家因为得到了神明的恩惠而存续至今，每个人都觉得沈李家失了势。我和我的妹妹不过都是暗示的领主，为弥补沈李家很久之前犯下的错误，重振家族名望，我的父亲艰苦工作，过分辛劳以至于早衰，我背负着父母临终的嘱托，还保护好你。诚恳的建议，于人众最好更新一下关于我的情报。哦，当然，前提是你没有人全身而退。说来或许会有些狂妄，我做这些是想令每个人都赢家可贺。前所强，倒坐在身后。神理由水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权力周围都是多方势力错综复杂，如果一个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身居高位并坐稳位置，那他一定有着极深的城府与过人的手腕。我乃神理家家主，现任摄凤行神理灵人。神理灵人平日行事低调，不常显山露水，但若有贼人因此掉以轻心，认为有机可乘，那么神理灵人并不介意亲手送他们一程。大多数人会因为大风明眼而止步不前，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借势而为。如果依靠暗杀就能解决掉，当初觊觎我地位的几个家族便不必那么辛苦。在作为神明的将军大人眼里，众生也许只是一个个生命而已，要对抗野兽力就相当于要对抗神明吧。将他纳入野兽力，下次见面而等有朝一日神的指示与他历史守护的东西相冲突时，他又将如何维持这份遥遥欲坠的稳定？情况如何？行动顺利，反抗军小队已在天水阁附近成功潜伏。大人，如此冒险不太像你的作风，我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无所谓，放掉家族，无所珍视的家族，暗线已经布置妥当，差不多该收网。人民的愿望，最终还是叩开了他所闭的心扉。后来，雷电将军如约废除了野兽力。我所做的事，不过是让三方互相制约，稳定的。并非只有完全降止这一种形态，到期稳定，摄凤行才会稳定，神理家或其他处在摄凤行之中的家族才能有相对安稳的生活。也曾有泪洒满江海山川，以水撑着此心不换，前所向敬爷倒坐在山风流。正巧有空，我们还是把几日前结束的祈求下来。